其实我对学英文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兴趣，因为就是一直被逼着读，为了考试而读的。但是我自从用了 C 平方之后，就觉得上英文没有那么大压力，而且学习到很多新知识，就比较有动力读英文，而且学的蛮扎实的，因为它会至少帮你复习三次。我觉得 C 平方真的帮助我学习英文很多，它不会让我觉得学习英文很无聊，反而觉得有这个动力让我继续学习英文。